好，各位，我会不会收一场收30分钟啊？接下来开始进行到我的第四场胜利了。我今天如果6连胜的话，我应该排名可以挺进到前100。哦，欸，为什么韩国人都不玩啦？我觉得啦，各位，因为我们现在看台人大部分都是台湾的玩家，应该这边没有韩国人，对不对？我跟大家讨论一下，是不是有没有可能是韩国开始在抵制韩国原厂？有没有可能？还是他们有没有可能是因为看到韩国台湾的实况组太强了？你们觉得是不是是第一个理由，还是第二理由？还是他们已经输到觉得自己太弱了？有没有可能是因为遇到台湾实况组太强？所以是第一个理由，不会是第二个理由。第二是不可能的。OK， 好，了解。欸，真的呢，韩国人都不玩了呢。OK， 那个 BUNGS Honey 老板，我表姑妈说她特地从洪都拉斯回国，希望能看我多打几场。OK， 跟你表姑妈讲，我为了她，好，我今天为了她，我多打几场，我多打几场。欸，各位，我觉得怪怪的哦，韩国人是不是都不玩了？还是因为韩国跟北韩，南韩跟北韩两边双边要合在一起了，是不是？如果现在有韩国的朋友，please call everybody， please call everybody。Please call everybody online play ball. with Taiwan. OK， 翻成中文就是说，如果线上有韩国的朋友，可以呢跟大家讲，叫他一起上线来跟台湾来比赛一下。欸，真的没有人呢，超久的啦！不会吧？我不会。开台，然后呢，一个小时都在这边等搜寻。我觉得这个问题大家要重视。我觉得大家要重视。我以前在这个时段的时候，堪称搜韩国是2秒钟就搜到了，对不对？各位还记得吧？但是现在反而已经过了2分钟了，竟然都还没有搜到。Korea friend。Korea friend, this game is Korea number one online game baseball. Please play baseball more and more. 翻成中文就是说，各位韩国的朋友，请多多支持这款韩国 number one 的线上棒球游戏。然后呢，希望大家越来越多人上线打球。听得懂吗？我觉得你们都听得懂啊，可是为什么我都收不到人？各位，这有点扯呢。我跟大家讲，
从今天起，我呼吁台湾的朋友们，收到韩国人，请大家尊重，不要弃权，请大家尊重，不要弃权。好，因为你要珍惜得来不易的对战，真的很难收呢。为什么会这样子啊？到底是怎么搞的啊？韩国玩的人真的变少了吗？QQ 抖内，哎，收到了。韩国官方公告说，台湾没有赢过任何一次，所以这季如果台湾赢的话，韩国玩家每人一张黑卡。啊，有要求哦，所以我了解了，这次是做给台湾就对了。好啦，各位，我们收到了啦，看一下啊、哦，收到这个叫 Fire Popcorn， 哎。Popcorn 是爆米花，是不是？所以他意思是说，他的这个翻成中文叫做什么？火爆米花是这个意思吗？今天的比赛开始喽！来珍惜一下哦，千万不要弃权。我们看一下他的先发阵容。哈哈哈哈！各位，吃韩国料理啦！吃菜啦，各位！两张紫卡，没有黑卡，没有等级。小菜先来一盘，得来不易啊！吸收，哇，尴尬！哎呦，要求接三阵。还没习惯啦，先稍微跟球一下。哎，界外，坏球，这是一个坏球。哎呦！好，被连续两个 K 之后，先让他五局再认真，没有问题。哎呦，哈哈哈哈哈！哎，他会抓呢，哎，这个会抓呢。碎，哎呀，可惜呀、啊。哇，欸，各位小心一点啊，顺风球。哎呦，第一球就被他猜到了，尴尬。这个江正浩应该有应援曲，可是呢没有出现。他的打击率 0.059， 好球，早就应该要盯住出棒的，防守太过小心了。哇，厉害嘞，会选嘞。Yes。欸，我感觉他有在认真哦，我感觉这个有在认真的。OK， 拖到，哎，各位，你们现在有收到韩国的高手吗？
我感觉韩国的顶尖玩家好像是不是比较没有在玩这个了？如果我是韩国原厂的话哦，其实我觉得我可以做一个发个问卷调查一下，就是为什么韩国的玩家们都不打台韩战？哎呦，要死！会是因为改版的关系吗？韩国人，因为韩国人都睡了。没有没有，各位不是，我觉得不是韩国人都睡了。我之前这个时间，以前打台韩战的话，很快就收到了。我觉得是玩的人变少。我觉得应该跟时差没有关系。哎，这个不会跳接。哇塞，各位，黄卡打击急上，哎呦，哇靠！哇塞，这跳是。是真的跳还是假的跳啊？投手又燃起了希望。呜！球飞出去了。呜！这个手背动作就像是一个手背教科书，太好了。一棒落空，这个球没有打到。这个中外也叫李宅根啊，他可能也有特殊的一个应援曲。碎 ，you out， 没打到，只打到空气，遭到三振。柳汉俊，的力道应该有全垒打的一个架势。球过来了，好球！选得好，这个球是坏球。哎呀，我眼睛也当中啊！表现不错，这是外球，在外面继续挡住后面。哎，他也都不挥，一直在选球哎，他。哎哎哎哎哎！中间方向。哦 ，BBA 98019，31个月的订阅。等一下哦，这张打完我再起立，正礼炮给你。碎碎碎碎碎哦！这个黄龙一秋啦，靠鬼靠鬼靠鬼！哎，没有，六等打数齐上。哎呦，他又抓到了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成功了！成功喽！没有打，让他过去了。虽然被夹杀了，但是是一个坏球。哎呦！球忍住没有飞棒是坏球。啊，这球。没有碰掉。中出狮头，哎呀，哈哈，这一球哇，抓赛了，掌内全垒打啦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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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没有三垒安打，这球他完全没办法接到。好，30个球，他要换投手了。
韩贤熙。有了，安打。哈哈哈哈！高端跑法，赌他一个，赌他一个传出去了。不好意思啦，高端玩法。哎呦，要许被三振。哇，他都没有潜力啊！说真的，这个就是韩国的小户玩家，连黑卡都没有，所以呢，其实以卡片等级来讲，他的确是弱掉。哇，糟糕！他都不传了。哎呀，我眼睛也长肿了。谢谢狗轩三个月的订阅。好，这个半局得三分，说不定可以赶快提前。OK， 哇哦！哇，你看他的捕手还用蓝卡。是否觉得有点难受？哦，噗！哎呀，跟他说声抱歉呐、啊。不好意思啦，因为我这是外挂，他一定觉得我这球轰了这么远，结果还是被吸到。OK， 安打，接连两支安打了。好，他应该要换投手，孙胜洛，胜洛卡特。哎呀，急了，这就急了，这球其实可以考虑短打才对。哎呦，哎，他跟我打个嗨嘞。嗨，靠鬼，好，碎，啊，这球我没有爆发力啊，但是因为他的捕手守备框是蓝卡比较低，来锁定一个三分炮，哎呀，挑战。不对，跑！啊，糟糕！哎，回来得分算，但是三垒死掉。我刚操控有点失误啊。我现在用的是这个，我现在一直投这个。强化慢曲，球没有打，有盯住这个球吗？他应该很头痛啊。球没有出棒，出去球，球。呜！击球的时候是非常。哎呦！这个推的，哦，推成一个两分弹，哎呦，耳朵这边好痛，好像长个痘痘啊。
本来想提前的，结果没有，还被刚个两分蛋，哈哈，尴尬。现在变三分。好球，经过好球带。所以，这个好球对打者是有利，没有挥棒可惜。这球稍微削到了好球带，是一个好球。这球稍微削到了好球带，是一个好球。是了，哎，漂亮。打者的状况不错。很好，目前哇，硬捞啊，没办法。哦，碎！哎呦，这个可以跳哦。坚持住没有出棒，这是坏球。这球稍微削到了好球带，是一个好球。有了。持续得分，持续得分，他一直都往后退啊，他一直都做后退守备，所以我就持续开框靠安打。哦，框超大的，这都掉到地上了，还捞起来，十字尾对天的框真的是超大。牵制我，可是我不会跑的。他换上这个是，哎，少数没有特殊姿势哦，纹身炫。哎，啊，被接到了，尴尬。我觉得他打内角球还不错。三振 ，Yes。哟，有跟哦。劝起。六局赢三分。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一个感觉，就是呢，其实你会比较想要遇到实力相当的，对不对？像这种看起来就知道，好像实力跟卡片差一级啊，那感觉就觉得自己会稳赢的，对不对？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种想法？哎呦！有佣兵哦，哎呦，
也是那种慢慢吹哦。哎呦！猜不到。哎，哇，这分没回来，难受啊！哎呦哎呦哎呦！这一球他克到，被他拼出一个内野安打。哇塞！呜！被狙击啦，江正浩，尤其大物江正浩，尴尬了。打击，打击感觉不错哦。变差两分。好球！两分就没有很多了，所以还是要小心一点。能得分还是先得了，不然等一下阴沟里翻船哦，就难看了。这个输掉哦，我跟你讲，我看账号也不用卖了，这整队拉掉，太丢脸。他前一次的打席已经敲出了全垒打，这一次看投手如何。OK， 他会说哦，他在猜这个外角下跟内角下。这是一个好球，我看他高球好像比较不会打。他不打高球，他都在低球，所以投低球来引诱他一下。坚持住没有出棒，这是坏球。是一个界外球。哎呦，而且他会推哦，他善用推打哦。OK，Easy Jump。哇，尴尬了这球，直接进手套。有啦，嘿嘿，耐心选球就是安打，就这一球他没有接，我为他感到难过。这球是什么情况啊？打者进入打击区，这位选手的状况不错哦。喂，打者还在等待吗？哎，哎呦，赶快回来啊！靠腰变双杀，我干扣哇！哎呦，这一球没有跳到。换投手，换投手，我觉得还是要小心一点。他有 Mark Melanson， 我也有 Mark Melanson。就怎么原地不动的在等待呢？一个好球，拍跑。哎哎哎哎。哎呀，像这个哦，其实应该直接传一垒，这应该传一垒。我刚传错了，跳 ，OK， 不好意思啦，他以为这球我跳不到，但是他不知道我是谁，台湾 Jump Jump Tiger， 关键的跳接，跳接手背，哎呦，直接投中间啦。他可能生气啦，他刚刚看我这样子跳起来，他生气了，你知道吗？
好，体力差不多 OK 了。对，正面对决啊，碎啦，碎碎碎碎碎啦，碎啦，跑本垒，跑本垒，哎，啊，糟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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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尴尬，跑垒失误，死掉。GG， 冲太快。哈哈哈哈！跑三垒，跑三垒啊，没了，糟糕，尴尬，少一分，少一分，少一分。这是界外球。哎呦，要求啊，吞了4K 啊，王伯龙吞4K。我这个情况哦，就是框太大，看到球就想挥。眼花。哎，16支安打得6分，是不是有点差啊？人家6支安打就得4分，我16支安打得6分。哎呦！回传。打者的气势很强。哦。又是江正浩。好球！这一棒要小心的，我跟你讲，他一定在缩框。他以为，他觉得啦，他有机会轰我2分弹。不错，表现很好。啊啊啊啊！错失了大好机会。哦，是啦。OK， 二垒手接到传二垒，来不及，快回传一垒。我靠，双塞！哇，尴尬了，怎么会这样子？双塞啊！太过小心的投出了坏球。为什么会双 safe 啊？哎、欸、，OK， 二垒手接到，哎呀，哎、欸，有几手给我多接呢？哇塞，这个双杀没有杀到，伤啊！哎呦！哎呦，会选呢、欸！哎、欸，我觉得换，因为他差不多大概看出来我的配球，这个关键时刻一定要把它守住。摩瑞，让他吃两颗他不曾看过的球。OK， 漂亮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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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守住了。哎、欸，他现在开始用图战了。哎呦 ，K 我头，想不透啊，想不透，想不透。换投手李辅根，哎、欸，这有特殊姿势哎，很好，满球数对决。投手很多呢，蓝卡，哎呀，尴尬了，被三振。
球进多少球袋？好球过来了。他还在换投手，哦！我猜下他头上没打好，九局下半，九局下半守住，哎呦，外挂程式出现，没有打，让他过去了。球相当的离谱，是一个坏球。哎呦！我觉得他想要拼这个九局下哦。可是现在两分了，我应该是可以守住了，没有什么太大问题。我只是觉得十七支安打得六分，好像有点弱。OK， 托德。打者的目光很锐利。原地不动的在等待呢，他一直在跟我打招呼啊，完全不理他。再见三振 ，OK， 好，小赢两分，得到七点。哎，他扣零点呢？为什么他扣零点？